财团法人全联庆祥慈善事业基金会将尿布纸巾、沐浴乳和洗发精等等的物资捐赠给了玉里台东凤林分院，荣院由院长胡宗明代表接受。财团法人全联庆祥慈善基金会将尿布纸巾、沐浴乳和洗发乳等物资捐赠玉里台东凤林分院，荣院由院长胡宗明代表接受。最大的利益最大化捐赠给需要的民众，这样子。今天来到就是花莲，其实也印象蛮深刻，因为在04、03那天，其实我人在台东，那时候本来要到花莲来。全联庆祥慈善基金会捐赠各式的医疗耗材物资，包括了成人纸尿裤、看护垫、纸尿片、管罐、营养品等，帮助弱势病人及家庭减轻照护的负担。庆祥慈善基金会，多年来一直对这个我们花东的三家分院都有非常多的支持。院长也代表医院致赠感谢状，感谢基金会的爱心捐助，除了有助于稳定病情，也让病友们感到社会的温暖。荣院将妥善运用物资，照顾弱势病友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